说，我这睡到底谁死的？这不是我。梦琪，过来，是不是你撕的？我不知道是多一，我只要机场没了，差点害我挨揍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去吧，去玩吧，下次注意啊。又要饭了吗？啊，太不公平了吧！哼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好？我才不要啊！要不要？我这个拖鞋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太气了！姐姐就说你管不管呀？管。啊？你又告状？以后别欺负妹妹了。等我们的村长。别怎么都管。姐姐欺负妹妹，是我没大没小。姐姐不管了。